人讲行行出状元，酸甜苦涩谁人知？走遍台湾大小巷，行对着上天的脚步，来起行啊来！大家呢拄到拜六礼拜，大家拢要去对佚佗，吃好料的咧。今仔日咱来去巷仔内吼，乡亲有一个神圣的任务，就是要带大家来去一间有机农场。大家拢听过讲吼，399吃肉吃到饱，你唔捌听过吼，蔬菜吃到饱，对不对？但这个有机农场非常的特别哦，内底所种植的拢是有机的蔬菜、有机的水果，重点是你也可以拥有自己一个开心的地方，开心农场自己种。所以呢，要带大家来吃好料的、新鲜的、照顾健康的，跟我行。好，所以我带来这区哈，这区全部都是我们的栽培区。那我们的种植方式呢，会采上面种、旁边种、下面也种，然后我们互相交叉种植。你看我们这边的不同的作物，你看有百香果啊，有番茄啊，有苦瓜。交叉种植就是。可以种这么多，对，可是不同植物不是属性不同吗？比如说它要的阳光、空气、水什么都不一样，哎。对，所以我们要先算一下，看我们的水分、阳光要多少，再决定要种什么东西，种在什么位置，然后去怎么浇水。那如果透光度不够的话，我们要在中顶上面的遮阳的作物。那如果太多，我们要必须剪，像这样子太多的话，我们就把它剪一下。好，这是最好的、最好的遮阳了。那一般有的农民会用这种遮光布啊。哦，遮光布下去遮这样。这遮的话，它的温度还是很高，而且它成本会比较贵。那我们就这么种的话，会比较好控准。像这个草，这个杂草就可以当成什么地被，它可以当肥料。像我们麻丢这边就变成有机肥。哦，是哦，那我觉得很棒，因为你等于是同一个空间里面，你可以你看环环相扣。对，我们这边的生态就很丰富，你看这下面就很多生态虫。虫像就很多，好，你看你全部都是虫。那什么？虫。虫。你看到？哦。我们这区是户外的，这边是户外用餐区。那我们下边会种番茄，旁边种山苦瓜，上面种百香果。好忙哦。旁边会种南瓜。又是一个交叉种植的概念。对。可是我觉得很好哎、欸，我那个给出来对哈，可以听啊，用餐的地方可以布置，这样多好啊。对。哎，这山苦瓜。对，倒地的山苦瓜。真的，因为其实这个在市面上你被割不会点没有哦。很少。很少哈、哦、而且山苦瓜营养价值非常高。可以介绍一下看公花母花、哦、一般人都不知道公花。这个叫母花。好、哦、这个叫母花。这个叫公花。差别在。公花下面就没有果实。哦，我看到了。下面没有果实。没有果实。那平常我们在室内我们必须去授粉。上面有花粉。好，这是花粉。这是公花，就公花粉，就母花，来沾一下，那就授粉完成。这样就，对，三天以后就变成。真的假的？对。所以这里每一个结晶都是你给它授粉。每天都授粉。你每天要帮它授粉？要，我们每天都进来巡视一下。那你有算好，比如说间距时间，或是你就开花时间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先来看一下，如果像这样，现在有就帮它授粉，你就帮它授。啊，如果没有就不会长。对。每天要进来看，这样就一定有吗？哎，这样就一定有。你包身啊！你就如果授粉十个，那差不多十天就有十个位置。真的这么快哦？差不多。啊，那蕊在办了吧？还没有转红。这几礼拜哦，要转红。转红色以后，它里面那个籽是红色甜的，也都可以吃。哦，也都有机的。对。啊，每天帮它授粉。每天呢？每天我们每天进来巡视一下。哦。那百香果就不用。想不到你也身兼妇产科哎、欸！那这边很多，我们是开心农场种菜的地方吗？对，我们这边提供给学校，跟学校有合作哈，学校来这边，他们让小朋友来种，啊，一些大中院校，他们种了以后，我们采收的时候送去给他们去品尝，或是他们等到四个礼拜以后采收，可以采收，他们来这边采收。是哦，对啊，让他们体验一下种蔬菜，对，而且是有机的那个栽种的方式，对，而且从土壤开始，从栽培、种、管理、洒水，我觉得很好呢。因为有机的栽种就是像你讲的，我们会了解生态，然后会爱护我们这片土地，然后可以吃到这个真正健康的蔬菜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一些小朋友，他们家是做灌水的，他回去就会跟他们沟通一下，
对，他们有时候会跟他的爸爸妈妈讲说，哎，我们去参观有机农场，你要怎么栽培怎么种。哦，我觉得很好哎，就好像一个小小种子，对不对？我们来让这些小孩，让这些孩子可以知道有机的概念。那除了学校，你跟我讲，我规口早嘛，想要来种些菜，以后家己拢家己要吃青菜，家己种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想做一日农夫也可以，也可以啊。哎，来这边参观一下，我学习怎么种。哎，我来多好无用哎。我们帮你照顾，这个几包杯，你还帮我们照顾哦。你看，要是自己有开心农场，然后你如果真的没有空，还有专人帮我们这个照顾蔬菜，对不对？都可以知道健康哎，这样有什么不好？太赞了！达人工需要偌济水分，爱有偌济日头，照着敌人达人的头壳内底延伸过一届了，一切拢是经验，才会当予咱所有的植物互相利用、互相照顾哦。哇，太丰盛了吧！我吃火锅头一次看到这尼多的有机蔬菜，哇，太强了。那罗大哥要不要跟我们稍微讲一下，就是我们这边用餐的整个特色啊？哦，就是这些有机的蔬菜，刚我们都有介绍，都自己在种的嘛。对。啊，那你再讲个粗霸哈。对，我们这边用餐方式是粗霸。那你现在看到的这边蔬菜，都是源自于我们园区里面自己栽培的。包括这边的蔬果，包括有机面，这个面也是我们自己做的，我们不加水，只是用蔬菜汁、大红汁，然后去揉揉了变得很 Q， 面条面自己做，够我们自己做。哇！对对对，还有我们这边用餐，你很安心的吃，吃到很健康的餐点。对，这里面人家说衣食同源，就是说你吃的东西，高赞人工有菜有菜，你吃的菜等于吃的一样，这里面有很充足的矿物质。维生元素，对，等同你吃中药同款，中药也是这么聪明啊！包括说你里面的东西，你都可以尽情的吃，而且全部都是有机。而且你看饮料哈，一般我靠那里吃那个餐类的东西，它附的饮料就是可能奶茶啦，然后或者是一些就饮料嘛，那可能会觉得好像又没有又少了养生的成分。你看那底家吃什么？那是吃豆奶嘞，它是有机的哈，有机豆浆也是自己。我们自己打的，自己打的豆浆，对，都是有机豆嘛。我们加点南瓜，用点维他，所以说在我们这边用餐哦，每个吃的很健康。第一个，黄豆是有机的，对，我们用新鲜的南瓜去打成黄豆浆，好喝，又加南瓜哦，而且又很浓，很浓，很非常的浓。对对对，而且很好喝，而且打都现打。那你前面这一杯红红的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用新鲜的，像这边新鲜的，我们这个是我们做烘干的水果干的，这个是我们后面自己种的。哦，自己种的那个洛神花，对对对，它颜色这样子，好漂亮哦，跟宝石一样哎。所以这我买给你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喝喝看，我鉴定一下是不是浓缩果汁。好新鲜哦，微酸，有一点，有一点，嗯，对对对对，而且又低糖。哦，好棒哦。对对，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吃到的五行的颜色哦。红的、黄的、黑的、绿的都要吃。桌面上今天的五行都来了，对对，好不好？这里颜色通通有，我介绍一下，这里面的水分非常多。好，这里面就是这生吃哦，生吃这个是你沾我们的姜油试试看。啊，外公，公主记得姜油一定要特别干销，这个是独自那个特制的姜，那个姜下去做的。对对。哎，这是水果吧？对，可以当水果吃，但里面微量元素很多，水分很多。哦，你看你再给，那个脆度。我们这是什么菜？这黑白菜。我们甲龟菜那个梗哈，这么有水分的，一般吃到有梗的我都不是很喜欢吃，因为你也刚刚刮刮。对对对。对不对？哎，这好超清脆的。这个纤维很多，但是它不会很粗的纤维。挂菜，挂菜的末端是我们平常吃的瓦萨比。哦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嗯。对。瓦萨比啊。哎，你那我你那前面买较天然的瓦萨比，就用这种挂菜啊。对对对，就把磨成变成瓦萨比，它变成辛辣的。哎，真的哎，为什么？这叫集聚，好，聚集。集聚啊！对对对对，你不能光就是过把酒味了。啊，这过把酒味啊！拌盐药，好，你解到对把酒卡了，对不对？它有点苦。再把两张成酱。有点苦，它可以炒蛋，炒蛋特别好吃。那我们的锅除了菜，还讲哈，我刚才吃菜鸟，我袂当吃只肉的呀，什么哦？有了，我们有配一些牛肉、猪肉，好，如果你也想吃点肉，也有鸡肉。这个不用煮很久，完全都是蔬菜。
对不对？穿烫一下就好了，就很好吃。哦，煮过之后，它的蔬菜甜出来了。好好吃肉哦，好吃。以前我们小时候的这个蔬菜都很香，每种菜，每种菜它有不同的作用。好，你看，另外底下的在印度，如果你有轻微的那个症状的话，是找厨师，不是找医生。他们会厨师会调配一些他们当地的饮食，就像我们如果生病去医院的话，其实也需要营养师来调配营养。对对 对，那就是你需要的，每天你需要营养。你身体缺什么东西，你就补充什么东西。好，但是现在人都动不动就是打针吃药，真的。结果我症状得过了，最轻松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多你周遭旁边很多东西就可以拿来，那就试试补充营养。现代人拢这么无闲，要吃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，真正是有够少。嘛是因为饮食的不平均，造成文明病遐尼啊多。第一家是有机蔬菜的大本营，嘛是有教育意义的开心农场。达人用着上坚持、上单纯的制作的方法，提供咱真侪蔬菜水果上的知识。感谢达人，今仔日来去行下来，成功。